你卖课程卖酱料真的赚了非常的多钱。他妈的，Dcard，最近 Dcard 就是有帮你算。Dcard 妹啊！我的外号叫做节目杀手，所有的节目我基本上都是去收尾的，就真的是会怕啦。啊，你的团队流动率那么高，你人是不是很急？哦，人真的是偏急。终于来了，不可能！我跟你妈鸡骂节目要到第二季才找我吧？别说了，哎，你到哪个节目，哪个节目就会。你看《秋秋冒险野狼》，说话这么狠就对了。还有跟阿林那个直播节目《颜值厨房》，那这个节目呢？哎，先别说这个节目，好像还有《料理之王》哦。不要看本吧，哦，就丢本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欢迎厨佛瑞德。真的啊，说实话，他讲的也对，怎么第二季才找我？就真的是会怕啦。不是啊，你们第一季还有女生。对啊，这一季都没有了啊，才找我来。再缩减，再缩减，再缩减，再缩减啊！快点，差不多了，再五分钟就要结束了。是一机会开始拿走就对了。现在做节目很辛苦，你自己也做节目，而且你现在还做一堆。其实真的累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有外景，还有棚内的，对不对？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其实外景它有一个优势，就是我们可以去试到很多平常我们不会接触的东西，是吗？我看你棚内都会试一些 AV 女优，好像是更不会接触到的东西。哦，那个会，那个会，我平常会接触那个东西啊。我接触他们，他们不一定会接触我。哦，我常常晚上会接触他们啊，直接都称他们为什么老师，线上老师，线上课程，他们直接买，他们真的啊，对啊，他们的课程你都要买，没有，我才不相信。因为棚内其实已经拍很久了，拍五年了嘛。嗯，那其实它的形式都是一样嘛。对。那如果有一些外景去润饰之后，其实会让你的心灵会比较富足。对，然后你的脑袋跟创意也会比较多啦。老哥身为一个专业的料理人，嗯，外景节目主持人，对吃绝对是有品味的啊，当然了。所以你今天也有带你觉得很不错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这一间屌了，哎呦，这间连我老婆都认证。他的豆花是真材实料，然后他每一个都还有料哦。在一年前买是25块，现在变35块，我老婆就比较少送了。25块的时候去探班都送那个，现在探班送麦香奶茶。对啊，好吃哎！它当然不能说是什么神仙味道，但它就是那种古早味的豆花。我自己很喜欢这种古早味的话，它跟一般那种布丁豆花的滑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果冻碎掉的那种口感。它其实就是很单纯吃得到豆香味，嗯。然后就像讲，你的布丁豆花其实会带一点 Q 度，嗯。但是这一种就是绵密，嗯，非常好吃，而且它用料真的非常实在。私下去玩，我们也会找好吃的小吃，像是老哥的 IG 就会知道。你虽然你是一个西餐的厨师，名厨，名哦，对，对，名厨，一个西餐的名厨，对对对。但是看你 IG， 其实小吃很多哦。当然，我喜欢的小吃的原因是因为它最能代表文化，因为食物是疗愈的东西嘛。嗯，那你不是用来疗愈自己啊？嗯，疗愈自己叫做自己煮饭。那厨师是要疗愈别人，那才叫做厨师啊。那我们今天有幸可以让老哥疗愈一下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们要吃什么？都可以都可以啊，看你能变出什么就好。我现在最多最多豆花加奥利奥。大家会觉得你这样做东西给别人是疗愈哈。嗯。可你在家会做饭吗？啊，当然是不会啊。就像我们有时候主持节目啊，或者是做什么，你到回到家你就不会做一样的事情。你搞笑，你回家会搞笑吗？最好笑啊！我一回家，你一个人，我一个人就嘿。你这不是要看医生，你这可能要去烧香拜佛。没有啦，我懂啦，就是那种主持完一整天，那真的会有点忙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对，没有办法。那你所以做菜也是会想要跳脱那个环境啊。那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讲话跟煮饭啊。啊，讲话刚好，结完婚真的不太会聊天。对啊。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脚本上面的问题。我觉得胖哥有点针对我。厨房平常斜杠很多，在大嘻哈时代也有不错的成绩啊。嗯，你到底是谁是艾米丽，谁是 Free？ 你有没有搞清楚？胖哥扣1000啊，他发现你早期在悠悠 TV。某某，他那时候你要去录的时候，他真的会帮你先把角色设定好。嗯，
然后他连那个菜单也要跟你讲说，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，你要把它用成什么样的菜单，跟你讲说啊，今天有妖怪手表，所以你要跳。我那个时候就是当作说，如果这关过了，以后哪一关我能不过？以后哪一关我能不过？啊，你的团队流动率那么高，你人是不是很急？哦，人真的是偏急。我不是算自媒体啊，那你我虽然挂自媒体，可是频道不是我的啊，对，频道所有权是 ET Today 的、啊。你要越讲越细了吗？我有点紧张。播出已经七月了，對對對，开始干，对，开始干。它就是一个公司，它就是一个媒体公司，所有的人就是你根本不能自己选，对，我不可能去选他们要怎样啊。我跟你讲，我跟老哥认识，就是这几年我们变得很要好。他经纪人就是因为公司的压力，还有就是带他的工作的这个难度呢，他周遭好像换了四个了，差不多四个五个、嗯，然后到最后我就说，哎、欸，这个我们要不要先看一下？像现在这个东东，因为我跟他喜欢同一个牌子嘛，嗯、然后我就说我有送给他，然后哥就说你确定他会做那么久？对啊，你要确定、哦。现在就要培养感情，我说，哎、欸，对，他做了多久不是我决定的哦。嗯，以前就是制作也是一样、啊。以前我们的公司也是、嗯、经纪人是用发配制，对，发配制就是根本你也不知道谁带你，他也不知道他带谁，他带谁，制作 team 就会一直换掉啊。那、啊、你会很渴望就是一个固定的战队吗？说实话，一定要，一定会希望，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想要拍的东西会被局限住，重新再试，重新再抓到每一个人的反应，然后跟每个人的他们想要的东西，嗯、因为每一个制作 team 进来，他的制作人的他的想要的东西，其实跟你都会有落差。那时候在 ET 队，他们很多其实是相对是做电视相关在转大节目在转的、嗯，那他们有时候会想要把这些网络节目变成是电视化，但是我觉得没有不好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未来的走向应该是会比较有企划、有规模的，然后才可以满足现在的观众。嗯，在一个你相对成熟的频道的时候，你要做一个很大的转换的时候，它需要一点时间。可是这个时间也有可能观众就跑掉了。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磨合期当中，其实是最难受的啦。嗯嗯，斜杠的部分也有非常的多、嗯、啊，当然，卖酱料、卖课程。对啊，我发财杠。你卖课程、卖酱料，真的赚了非常的多钱哦、喔。没有，因為現在没有。最近他妈的 ，Dcard 最近 Dcard 就是有帮你算。你看我妹啊！哎呀，除了帮我跟算，也有算你的，就是算我什么？算我什么？等一下，有帮我算我什么时候会翻，是不是？没有，翻转翻转翻转，算你一年大概2000多了，假赛啦！那课程大概有赚到大概3到4。是真的没有了，真的没有。我、哦、看错了，他不是说赚多少可以透露一下吗？是下一步的规划可以透露一下。啊、哦，好啊，看人气是不是没开啊？接下来其实是有规划，就像我讲的，我想要拍一些自己的东西，所以我有成立的制作公司，然后也会开始有自己的频道。嗯，那频道内容其实会跟之上也会有点区别性，因为我其实最近在看自己的东西，我发现其实在介绍食物的时候，我变得比较过于专业，只要遇到食物我就会去分析，对，而不能让人家真的去听得懂我在讲什么。那所以我想要把有点区分，就是比较比较放松一点点的，就真的只是去尝鲜的那种感觉跟大家分享。它有一个有像有一个开关一样，那它是可以去转换的。爱情动作片啊、哦，分享动态的影片。现在我们这个年纪都是躺着，镜头哦，自己上来动。对啊，你要就自己来啦。胖哥觉得你做 YouTube 是你觉得做过最正确的决定，是吗？怎么会这样说？他真的觉得他每天晚上跟我赖来赖去，我们有在聊天的。那不然呢？好了，我们都说给大家看了。来，我们都只是在分享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了，了解了。讲的好讨厌啊！对啊，我们真的没有在聊天的。我帮你加入另外一个群组就好了。哦、是这，那个你也不用聊天。哦，好，太棒了。记得储存就好了。我常跟人家讲，你不要跟人家说你不会。因为你只要你说你不会了，就表示你少一个机会了。那时候其实也蛮感谢班班他们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公司刚好要转，也就是所谓的 ET Today， 我也很感谢 ET Today。他们那时候刚好是要从传统媒体转新媒体，那时候他们就觉得，哎，我还不错，我可以试试看。因为在这个拍之前，我的外号叫做节目杀手。现在，我们回到第一页哈，别说了，你到哪个节目就会。冰冰好料理。我是默契，悠悠台最后也是默契，一电视的也默契、
所有的节目我基本上都是去收尾的，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对做节目是非常害怕的，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这个工作，然后加上那时候师厨又忙，我那时候纯粹只是帮忙，他们公司问我说能不能帮忙拍，然后我想说帮忙 OK， 然后就去帮忙拍，然后也完全没有想到说会变成现在这样子。你这有点 yes man 的感觉，对，就你不放弃任何机会都试试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东西它会变成你擅长。嗯，有没有曾经让你至今还是非常后悔的决定？除了婚姻以外啊，除了婚姻以外，我真的有讲这个。除了认识你老婆以外，太晚出国了。高中毕业之后去国外，发现自己的语言真的跟不上，除了交不到朋友之外，你也没有车，也没有什么。然后在美国，你没有车，等于是没有脚啊。嗯，我真正想学的没有让我学到。哎，对，你原本是想我原本想学心理学。嗯，那心理学它需要的英文能力要很好，因为你要做很多沟通嘛。沟通之外，你还要做很多的报告。嗯。觉得小遗憾嘛？你不觉得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氛围也很像是一个看诊间吗？其实我是你的心理医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键盘给……但是我跟你说真的，其实也差不多。我现在也看到很多神经病，真的假的？他最疯疯癫癫的是，我们接下来的互动环节哦。接下来的互动环节，我还在知道喝几杯，但是老哥并不太喝酒，所以我们决定喝别的。究竟要干嘛呢 ？Let's go！ 轮流将饼干往前滚动，掉到哪个杯子就吃下那块加料饼干。每进行两次就会换一次杯子，努力获得其中的奖赏吧。要这样子吗？对，然后往下。他不会啊，他不会。你就这样撸了，撸啊。哎，其实我有撸哦。哦没屁啊！你呢？不然可以帮喝啊，不然可以帮喝。谢谢，不用不用，谢谢不用。哇！哎、欸，这算什么？这算什么？这算是牛奶啊！也转一转，泡一泡牛奶。好，嗯，好。就刚才就不算嘛，对不对？现场有两位脸色越来越紧张，一位是东东，另外一位是你。哦，来，我把中间那个牛奶呢换成绿茶。已经没有牛奶了。已经没有牛奶了。Go！ 啊 ！Go！ Go！ 啊！什么什么？是什么？还沉进去了，沉浸式体验。你泡越久越冷，新筷筷子给他、啊。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它融化了啦！哇 ！Oh God！ 怎么样 ？OK， 好恶心了。Oh God！ 救他！救他！救他！我们节目要好看，要救他吗？应该是不用。哦、啊，我觉得我刚刚 WiFi 差点连到别的东西。哦，老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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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好苦啊！哎，有，有，有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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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番茄酱，番茄酱也冰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就是可以告诉 Oreo 出什么糖醋口味哦。吃了吧你，糖醋口味，吃了吧你，吃进去了。Yuck， OK 啦，怎么有一个薯条既视感？哦，你觉得你在吃薯条、哦？那你可以再沾多一点呢、啊。我再扣一点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动力一点高一点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啦，来啦，这些都拿走啦，这样不就刺激多了吗？哦，不是生就是死。哎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又是酱油呢、欸，差一点酱油呢、欸，然后一切。给我钱！要不要直接给你胶带用脸？哎、欸，这节目真的很赚呢、欸，赚赚捞的。哇哦哦哦 ！Yummy Yummy， 方哥！
不错，哎、欸，有玩又有拿，对不对？这个节目很好，哎，了解一点，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一切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也希望之后呢，也可以看到你更多新的节目，可以可以，新的作品，好不好？欸、你才跟王水一样。真的很聪明。哎、欸，我还，我觉得他们的味道会很分离。你说巧克力跟？没有，就是吃到面线。哎、欸，老哥有青菜了。